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，我是石涛。前两天在日本的北海道发生了应该是6.7级地震，它的震中比较浅，所以破坏性比较大。他现在讲说大概死亡人数上升到40个人，大概是。但是在一个朋友今天早上我看转推了另外一个人的，这个人住在北海道，我不知道是在微博上还是微信上留言的。他说大概在地震前的3分钟，日本电视台播出了警告，啊，整个日本电视台播出警告，要发生地震，提醒大家如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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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明确讲地震之后可能就没有电了，他的警告播，他电视信号就会没有。那大家应该去如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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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提前3分钟，在这种大地震的角度来讲，那是非常不得了的，啊，非常不得了。在历史上，在当年唐山大地震的时候，一个中学的地理老师，他测出来了，他中学有那种地震小组，他测出来了，但是网上报呢，上面就都给压掉了。那都给压掉了，但是在唐山四周农村的地方呢，有一个应该是有一个村的，有一个村，那个村的人，那个村的头相信他，所以那个村在当时唐山大地震的时候没死伤一个人，啊，那没大概故事，因为久了，那是76年的事情，大概的故事是那样。2008年四川大地震测出来了，当时的温家宝在地震发生之后的几个小时他已经到现场了，他自己学地质的，地震是他专业，是他专业知识当中的很重要的一部分，但中共为什么不发通告，为什么不报？中共说他的道理很简单，怕失去他的信誉，怕造成社会的混乱，所以他的存在是真正社会动荡和混乱的根本之源，他的一切都是以他自己的角度，统治的角度去思考，那任何在他权力之下的人都是被他任意蹂躏的一块肉，而作为丛林法则角度来讲，他就是对的，啊，作为丛林法则它是对的，因为丛林法则就是权力更大者，力量更强悍者可以任意辱杀蹂躏下面的人，而下一级的生命的存活它取决于对上一级生命的影响度，所以以上一级生命被影响如何作为思考，作为考量的一个基础。P2P 是这问题，老兵抗议同样是这问题。老兵抗议说：“我当初打仗了，你今天待遇不好，那没关系。当初打仗说你是最可爱的人，今天是你是最没用的人，这叫丛林法则。你有什么不满意的？你有什么不满意的？赚钱的时候谁都不出声，输钱的时候全上街抗议，你有什么不满意的？”给钱多了都自个儿闷灯腻了，给钱少点你全不干了，你有什么不满意的？你不该不满意，因为你相信丛林法则，因为你相信这世界中强者为王，弱者为寇，弱者为被蹂躏的，所以我才讲很多反共的朋友自己就是被蹂躏中，自己被自己的思考被自我的奸污中，看起来他是反共，实际上他在更深的角度来讲他是个笨蛋，没有不骂人的意思，这是一种善意的劝告，因为你秉承的丛林法则就促成了今天的你自然面对现实中的一切，你没有资格，你也没有权利去进行抗争，因为你崇尚
进化论，你崇尚强者为王，弱者必被淘汰。你在当初的你需要你，那今天不需要你，你必将被淘汰。P2P 很多人自杀，而那 P2P 自杀是叫投资失败。投资是干嘛？放高利贷，合法的放高利贷。说国家支持，国家支持放高利贷，你坑别人钱，对吗？今天国家不支持，所以你就死了，你不满意了。支持的时候你怎么不说话？生命的基础认识，在利益上，还是在贪婪上，还是在生命角度上，就这么回事儿。哎，看明白的人就这么看着，不明白的人在奋勇直前。有一个人也不知道是明白还是不明白，马云宣布退休，震惊世界各地，各大媒体把他当成一个头版的消息。德国之声呢翻译了两篇德语的文章，文章题目这么说的：马云为什么辞职？德国商报呼吁默克尔跟习近平应该向马云学习，而维也纳报说他应该是承担了一份更加艰难的责任。媒体都从不同的角度去评价了。政界、商界可以从马云辞职中学到许多东西。他这里直接抨击的是今天的独裁者，权力者。默克尔再次成为德国总理，他是在德国这个两德统一之后任期最长的一个总理，而且是个女的。而他自己呢，原来是从东德过来的，他在大学任老师的，在共产党的德国任教师的。无论默克尔怎么做，他要遵循着德国宪法的概念。他也并没有像普京那样，在或者土耳其总统那样，在众目睽睽之下玩弄一个手法。马云提供了一个有序接班、建设可以持续企业肩架结构的样板，用了10年时间进行有序的交接，用了10年时间，长了点吧。2008年，他是1999年开始出来做的，建立了一个充满天赋的领导团队。这种文章都是这样的，这种文章都是这样，因为这种文章要打击的对象是默克尔、习近平这一类的人，所以他一定要用马云的表面行为的这种怎么说呢？这种优点，人们看到的故事。他去抨击对方，他抨击对方，所以马云讨论马云不是关键，而以马云作为骰子去打击，去说明今天政治上的权力者、独裁者的愚笨。我们原来节目当中跟大家讲过一个概念，懂得会进的完全无法跟懂得会退的相比，会退的人、懂得退的人远远超越于懂得进。马云是不是会懂得退？不好说这事儿。那起码他退了，他退之前谁出事了？他的竞争对手京东的老板，对吧？京东的老板出事了。那京东的老板出事了，只不过是他是在我眼睛里是他生活中的偏好，红酒女孩。就这点生活中的偏好。女孩后来找他要他道歉，他没道歉，但是呢，他又跟女孩约好了下午4点在大学的cafeteria餐厅吧碰面。那作为京东的老板养一个女孩绰绰有余，太简单了，对吧？道什么歉呢？你给你点钱就完了。1000万2000万，你留学急疯了，你抓六合彩你也抓不着，对吧？那你跟我就这么一，然后你就拿走这么多，不就完了吗？所以他心里根本不在乎，结果他出事了。马云在接受《纽约时报》采访时，完全回避相应的其他问题，
包括跟中共之间的权力者之间的关系，他全回避，他只说我自己要，我就喜欢当老师，所以我还是回去当老师。但他在西子湖畔建立了一个叫湖畔大学，他跟几个企业家一起掏钱做的，他用的叫四，他的企业大学里头用了个四维。四维呢，好像是北宋的叫什么张载，希望我没记错啊，张载的一段话里面出来的四维的说法。可是这四维的说法，它的核心是干嘛？反对独裁。四维的说法反对独裁，而今天马云本身又要回到学校去，身体力行反对独裁。要玩命啊！不好说这事儿。维也纳报：忠于党还是忠于华尔街？辞职另有原因，压力越来越大，来自于另外一边，中共重新充满妒忌的监督他的臣民，确保不偏离意识形态的路线，不断缩小对学者、艺术家乃至企业家的思想空间。还要大家明确向他个人、向他的政策效忠。其实是这么回事。作为这个马云，他又何尝不知道他今天遇到了什么主啊？2018瞠目结舌，一定有的巧。那好，这期节目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再见。